一栋两层小楼落成了，王盼遣人送来两方匾额以示祝贺，一方是他亲笔题的鲜花字，一方为西来净土。今天这座中国内地最早的天主教堂已经不复存在，从遗留下来的设计图纸和文字记载中，我们能够了解到整栋房屋用青砖和石灰建成，外表简单美观，一楼大厅设有祭台，供奉救世主像，罗明坚和利玛窦将它命名为圣童真园。他们这边盖了一个小神堂，在这个小的神堂里面呢，他们挂一个圣母玛利亚，抱小耶稣这样的这个画像。然后呢，很多的这个老百姓，他们看到这个画像，他们认为就是一个送子观音菩萨。鲜花寺落成不久，王盼由知府升任领西道尹。多年无子的他还生了对双胞胎儿子，王盼认为这是自己帮助天主僧与佛结下了善缘。消息传出后，鲜花寺里一时香火鼎盛，送子观音图前更是拜客如云，这一切让罗明坚和利玛窦始料未及，一时啼笑皆非。他们带来的星盘、钟表、三棱镜，以及西方书籍和西洋油画，令当地官员大开眼界。很快，鲜花寺又一次轰动起来。利玛窦在教堂内的墙壁上挂起了一幅从澳门带来的弗兰德斯版世界地图，上面绘有欧洲、美洲、印度、日本，而代表堂堂中国的大明王朝仅处东南一隅，这让所有来此的官员和士绅无比震惊。利玛窦告诉众人，世界不是天圆地方，而是像鸡蛋一样的圆球，圆球上怎么能站人？球下面的人不会掉到天上或者海里去吗？人不能立乎地外以权见地。利玛窦竭尽全力为人们解释，中国并不是世界的中心，世界本就没有中心。近代地理学知识彻底颠覆了中国人皇帝居中四夷宾服的天地观。A un italiano che, come Marco Polo, è giunto così lontano dalla propria terra e che, a differenza di Marco Polo, rimasto molto legato alla Cina, ma tornato nella sua Venezia, è voluto restare in Cina, che considerava il suo paese. Ne ha assunto la cultura come propria. Non ha abbandonato quella di origine.